就是因为自己本身有在就是同人的贩卖会，我觉得我没有听到，听好了，因为本身有在就是做同人贩卖会的，就是相关的工作。贩卖会？同人的贩卖会就是。是那个电玩造型那个吗？电玩造型的那个吗？不是，就是我们会有像那种就是场次的活动。哦，对，所以就是有就是会卖就是自己的商品，不管是原创还是二创。对，就是二创的话就是喜欢的一些动画的作品，然后在自己画成。二创就是假如一部动画的作品你很喜欢，然后自己画它的角色，然后去做成周边，然后在场上贩卖。就是平面的。对，平面的。对，然后就是像这样会做像亚克力吊饰、卡片、书签，还有造型都是你画的吗？对，然后就是旁边这两款，就是拿礼物的那两款是另外一个组员画的。对，然后。就是我们分工这样。是用什么软体画？用 SAI 跟那个 SAI 跟那个 Photoshop 互相就是轮流。SAI 跟 Photoshop。对，赛跟 Photoshop。Photoshop 主要是在里面做。做就是像，因为那个周边有需要用到，就是分涂层，然后做白墨跟打版的部分。Photoshop 会比较方便，然后比较精准。对，然后。的部分就是主要就是绘制图案上面晒，对，就是也是一个绘图软体，是用三个软体吗？不用两个软体，就是 S I 就是晒，就是练彩图晒。那个全名那个怎么写？就比那个。就是它是一个绘图软体，然后网络上都有免费可以下载，然后它现在有出到第二版本，可是我觉得各就是一版跟二版各有好处。I'm just a corner for you, baby, it's in cruise and saying that I'm Judas, baby.I'm just a corner for you, baby, it's in cruise and saying that I'm Judas, baby.Oh, I love Judas, Judas. Oh, I love Judas, Judas. Judas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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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aga.它会比较把那个 Photoshop 里面有的功能移到，就是他们会新增在他们自己的软体里，像高斯模，像赛的一版是没有高斯模，但是二版有这样。对，所以我还蛮喜欢用二版的，因为高斯模是方便。这里面也有那个作品吗？周边吗？这个也是你的作品吗？哪一个？对，这是 3D 建模，是在电脑上面就是做 3D， 然后用 3D 印表机。3D 印表机。对，用 3D 印表机。印出来学校的吗？对，学校的。这样子，这个是什么材质？这是我们用 3D 建模印出来之后，在上面填这样子。对，再用金色颜料涂装。那以后想不想念大学？以后嘛，想读南海。哦，南。对，就是因为里面有喜欢的课。有去参观过吗？有听学长介绍过，因为学长现在在南海，都没有进去参观过。还没有过去参观，所以就是有听在，就是已经在南海，没有参观，没有旁听过。我有去了解那个学校的一些像里面的设施。老黑本阿三怎么了么？朋友的马路是个浪古人。
乌纳萨尤苏，乌纳萨尤苏，哎，花苏巴乌，乌纳萨尤姆。对，然后我是觉得个人是的，你们里面学长学姐在里面的人数对不多？人数还蛮多，有一半以上吗？差不多，我认识就是复兴，就是那个像我有去画师机，还蛮多的学长姐，就是都有去那边读书。哦，那个是东南工专，东南技术学院。东南吗？你刚刚讲那个学校是哪个？南台。南台啊。对，南台。在台南的。在台南。哦。然后个人是很喜欢那边的一些教学方式，所以想要去那边。然后主要是也想要就是自己离开原本的这个出生地，想去外面读。对，想去不同地区独立，然后也想去就是南部那边去了解他们的文化之类的，就是多见识一下别的地方的文化。只是来问一点英文单字了哈，只是来问一点英文单字啊，英文单字不会就跳过。漫画怎么讲？漫画，那也是有一个小，要打屁股哦。实际上念错没关系。comic book 好，那个很可爱怎么讲 ？so cute 他讲的是意大利。你犯贱，我不屑。剩下的文字单字的话，只剩下100多个字而已。100多个字。对，因为以前流露的部分有没有，有的都没有保存起来，然后一些祈祷有没有，都已经过世了。独钢甲兵，独钢甲兵，更温机，更温机，杀鹰不超之没有无毒吗？老高查来，黑老罗英。好，那个造型，造型，手绘，手绘 ，painting。好，那个什么，怎么样？你用英文自我介绍。英文名字不是用英文自我介绍，自我介绍可以国语加英文，自我介绍你的兴趣啦，或是你就读的科系。兴趣吗？用英文试试看。你超差的。没事，试试看。试试看啊。用你会用讲的名字要用英文名字还是？你可以用英文就英文，然后不行的就加国语。比方说我现在几岁啦，我是读哪一方面啦，我喜欢画画啦，对啊，然后这样。好，反正是不是？那我现在，比方说我现在18岁、17岁。一束花啦，一马哈的阿姆，一把瓦亚尼加阿皮和法鲁，是有马布瓦，罗卡苏娃娃，拉皮苏海安，一马一马巴，是的是卑鄙，是的是卑鄙，巴斯拉姆瓦拉拉，罗卡苏娃娃。设计，我读广告，广告怎么讲？会耶。等下问同学求那个。哎，广告怎么说？广告 AD。AD 吗？对 AD 吗？等下那个缩写，全名怎么念？全名怎么念？来 ，AD。不巧，广告的英文怎么念？广告设计科哦，那个广告怎么念？广告设计科怎么念？怎么念？我会念啊！阿飘，阿飘，阿飘！广告设计的英文广告设计，对，就广告 AD 的全名。查一下广告设计的。我会念啊！腰很
手机厂 ，Adversity Stack， 是 Adversity， 就是广告，然后设计 design。那我就广告设计。study， 我忘记是用 learn 还是 study， 是 learn 吗？ learn 是学习，那就读死了，就好读我吹的嘛，我吹不会。很好很好，看镜头，很好。比哈里大，很棒哦。好困难哦，英文超累。会不会想学英文？应该是本身没。没有，我说会不会想学？想学。就读就是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就读设计学校，花设计学校。谢谢谢谢。我也不会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是季建学长。多少？我是第二届的学长。啊。那那个耳环怎么讲？你现在有戴耳环吗？耳环吗？不会讲哎，因为戒指。Ring。这个隐形眼镜。隐形眼镜，这我就不会。有空的时候就手机滑一滑学单词啊，现在有手机嘛哈？有啊，有手机啊。就像你们会用那个，有时候去查一些好玩的。哦。因为本身比较少接触英文这方面的东西。会不会想出国学吗？会不会想出国去工作或念书？出国吗？对日本比较有兴趣，因为本身就是还蛮喜欢日本文化的。五度沙印图案，五大师比比，五大师比比比比，五大师比比，五大师五大师比比比比，五大师五大师比比比。在有自己有在自学一点日文吗？有自学一些日文。他会拿几个单字介绍一下？单字吗？普通的日常用语都可以的，就是像一些简单的绘画是会的。来介绍一点，你会的什么都可以。是英文的，英文都日文都可以，你会什么就讲什么。那就初次见面的话就是はじめまして。我英文日文名字是关月，我大希望我是土地的，对，然后意味哇就是意味着什么？那日本的那个卡通漫画怎么讲 ？Anime。Anime 是卡通吗 ？Anime 就是动画的。啊，动画的意思。好，那个什么。你们这个有做配乐吗？做配音的部分吗？配乐或者主题曲有吗？主题曲的部分，因为我们现在就是用，就是网络上找那种，就是你犯贱，我不屑，你犯。吴大师 B B， 他姓吴的大师啊，他妈妈的啊不，他的老婆叫 B B 哎，啊，他姓吴叫大师啊，吴大师的叫 B B 哎，吴大师 B B， 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康力啊，就叫做吴大师 B B。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啊，真的吗？对，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？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。大哥，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的？对，海绵体的啊 ，B B 是洞口。对，桃山村的，不好意思，扯远了。对，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？是无版权的，就是可以免费用的那种 B G M 下去。目
前就是因为你们。然后配音的部分是就是我们组长的认识的人，然后去帮他配，是我们其他录音，然后我们在后台上我们的动画上。日语谢谢怎么讲？ありがとう。好，你说想念那个南台吗？对，想念南台。好，要加油啊！你现在准备推甄了吗？我是考统测。考统测。就是。你什么时候放榜？放榜啊？我们是明年考统测，放榜时间可能要到暑假放榜，还是暑假？对，还没有确定时间下来，因为目前只是知道，就是目前是先学校帮我们报名。就是还相关的都还没有出来，要加油啊！我努力在学习了，然后去画室补习了。哪一间画室 ？GT。在哪里？在那个学校门口往左，就是往左转，然后走到很后面有一个绿的设计。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。哦，几年级？六年级。几岁？12岁。12岁哈，念哪个国小？国爱国小。我念一下哈，你要听清楚。好。台中市和平区。博爱里。你是博爱里的什么部落？什么？松鹤部落。松鹤部落。很多五叶松，很多鹤。什么什么什么？很多五叶松，还有很多鹤，不是鹤吗？五叶松哦，那你哪一组？我和泰鲁格族。哦，你有泰鲁格族血统。你的爸爸是哪一族？爸爸是泰族，妈妈是泰鲁格。妈妈是哪边的族谱？花莲啊。花莲秀林乡还万荣乡？秀林乡。秀林乡什么村？甲湾村。哎，你国语名字叫什么？讲一次。孙少军。孙少军。那个很少的少吗？还是少是那个、哦、很难的，真的很难。一个召唤兽，那个召唤的一个刀，在一个口，在一个啵啵啵啵的枝。哦，介绍的少吗？不是，往那个春晖那边过去。万一在后面。你说学校的学校出去啊？侧门出去啊？西侧门，然后左转，然后一直往后面走。在千的那个巷子，没有没有，不用走巷子，就直接左转，千彩的旁边。叫那个叫什么 GI 哦？GT。哦 ，GT 哦。对 ，GT， 他们缩减成 GT， 然后全名是绿的设计。绿的设计。对。那个里面有教什么？它有分，就是它有统测的升学班，我现在目前就是上统测升学班，它会教我们统测所有会考的东西。数科吗？数科学科都有。还有学科？对，就是像计算，就是机概，然后色彩原理，图学是就是数科的部分。还有计算机概论。就是机概没有，它是设计概论。哦，我也会计算机啊。对。然后还有图学啊，然后跟那个什么。表现技法麦克笔，对，因为我们统测会考麦克笔，他会教我们说麦克笔要怎样画的比较快。你犯贱，我不屑。你犯贱，我不屑。但是我说那个有时候他们两个瓜牛会在那边交配哈，那个黏在一起，那个交配怎么讲？哇！你对我对呀、啊？嗯，在交配的时候呀，那个叫罗罗。在交配的时候呀，那个叫罗罗。然后会给我们一些简单的版型，让我们去熟悉，让我们可以直接画出那个图案，然后会比较方便说速度上的竞争，就是因为考统测就是它会时间限制，所以要讲求速度跟画法的技巧上。对，然后老师们都会教的。你要加油啊！日文、英文要加更加油哦。你是打算就是把日文学好，然后之后如果有那个机会，
像就是我堂姐，她现在在日本堂，所以有时候会问她一些相关留学的一些方面的知识。然后学生堂姐在日本工作、啊，她现在日本留学，对，然后也有在日本接 model 的 case。她现在日文不错了。我堂姐她日文很好。你怎么有接到她用那个 Line FB 通话教你？跟她的话是用 FB， 对，可是因为她还有就是。是像那种单场修过了，他的工作是修过了，对，所以他常常接拍，所以比较没有空，对，他很烦，对，然后还要就是。你犯贱，我不屑。你犯。沙印度干，乌达斯比比乌达斯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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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乌达斯乌达斯比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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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乌达斯，乌达斯比比比比乌达斯。乌达斯比比乌达斯哟，乌达斯比比乌达斯哟，乌达斯比比乌达斯哟，乌达斯比比乌达斯哟。你可以问他有没有他日本的朋友想学中文，然后你们两个语言用对用 Line FB 语言交换。可以问问他。他们有的人现在想学中文，那你刚好想学日文，那你就可以靠用这个软体哈，在空中。语言交换，然后因为我有在日本有认识一些会讲台湾话的日本人，对，就是网络上有认识。那你就可以用那软体多聊天就会了。对啊对啊，就是可是主要在网络上还是用英文交流啦。多练习用这个。有之前国中的时候，学校有那种社团，有日文社，我之前都是参加日文社，然后老师是日本人，对我常常因为。老师很意外的住在我家对面，对，所以有时候会去请教他一些事情，虽然他常常不在家，对，因为他就是他有去，他是在台湾做家教的工作，所以他常常会去学生家去教，所以会太晓得他在家的时间，所以有时候遇到他就会很想。我先录到这边啊。今天的名字叫丁荣茶。对，我叫丁荣茶。我希望以后在国际发光发热啊，你加油啊！谢谢。快说马尔文多，马尔文多。然后开始那一场了。还没吗？还没。我的。好，谢谢。
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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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大师比比比比，五大师。